至于到了战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敢设置封锁链条来封堵我进入太平洋的话，对不起，我是肯定要过去的。至于怎么过，我借用当年我们大军过长江的时候毛主席的一句话，同意我过去谈得好，我就唱着歌子过去，不同意我过去谈不好，我就开着炮过去，反正我是一定要过去的。我想这一点他们应该非常清楚。